你们愿意把自己这样给主，一生来服侍主，求主啊纪念你们的心愿，成全你们，叫你们呢能够真正的有价值。感谢赞美主啊！我一直和弟兄们讲，有主就有经历，有经历就有真实。所以我和弟兄们这样说，这个追求会一直注意你们真实的经历，而不是讲道理给你们听。因为我这么多年有主，还有呢主这么多年扶持带领祝福，叫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主啊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，我觉得一切都好。从我里面来说，我感觉主做的都好，包括我们怎么经过一些特别的事啦，包括后来所谓的教会啊就变成知识战啊，知识战啊就产生斗争啦，包括这一切。总之啊，到我这个年龄啊，看一切看得很坦然，知识是活的，知识是一直往上走的。今天我们就会讲到这里，讲到求你加天王的岁数，意思就是啊，知识是一直往上走的，没有一个知识讲我已经看见了就这么多了，不可能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一节圣经就要废掉，他知识一直往上走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我的老师如果他还在，他也是一直往上走的，不能他老了要走了，那个东西啊就变成永恒不变，那个就是堕落。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有很激烈的这个争论呢、啊，但是其实争论也不讲，就不同的看法。我告诉弟兄说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连你们怎么强调，绝对重复只讲理论讲过的话，只讲理论讲的话，到有一天你们也会有自己的话的。如果没有，那还得了？那不就完了吗？有才好嘛，懂我这句话吗？总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嘛，总要有得着高的启示嘛，总要有更多主显出来的话嘛。如果有是好的呀。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领袖，懂了？你要找事，你找个公司，什么公司？找领袖，懂不懂？那么你愿意做学问，找老师，找什么样老师？最好的老师。人都是一直在找 leader， 找领袖。那么这个领袖越高，学生就越高嘛，层次就越高嘛，领袖越丰富，这学生就越丰富嘛。领袖越懂怎么把这个丰富储存起来，怎么把这个丰富发展出来，那跟的人呢也就越能学嘛。原则都一样了，就是什么地方有好的青年人可以做头往前走，那个地方就蒙福。弟兄如果能够发展出来，比如说十几年以后、二十年以后，我100多岁了，你也不要觉得特别哦。教师到底还在吗？说他的先天的基因可能非常好，他的年日，就我的认识啊，是属灵人中最长的。超过约翰，约翰是106岁，他现在应该107岁。那么邱主席这个我这替他做见证，主继续祝福他，保守他，他是个真的主的仆人。那么他的知识多明确我不敢讲，可他那个份很明确，我不知道懂不懂那个份和知识。知识就这个东西是我有的，这叫做知识，我有这个知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受了这知识，中文把它翻作我受了这知分就不上当。我有了这个知识，你犯作知分、I fit not， 我就不会发昏了，我不上当。受了这个知识，这个知识啊才是你们存在的原因。为什么追求？就是有没有可能借着这追求有个好的根基，
叫你有可能发展出一个知分来，发展出一份知识来。这知识有大有小嘛，就像使徒有大有小嘛，保罗是个大使徒，提摩太也不算小使徒，跟保罗在一起他是小使徒，他做的功也不小啊，懂不懂？他在亚细亚那一下西亚那一带做工啊，还有呢那个提多，他们做工都不算小，都如果没有保罗恐怕也都是大使徒，在保罗下面他们感觉上他们显明啊不是那么明确，因为他的老师在嘛，老师在。那无论如何啊，你们追求啊，他也不是要得一个资历，这个但你大概不会有这个东西了。也不是我跟朱弟兄在一起啊，跟他在他的下面受教啊，但是这叫做资历，这不叫构成。资历和构成是两件事嘛。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考试？当然考试跟构成还是有距离，就是考你资历还是构成嘛。你比如说我是糊里糊涂啊进一个非常好的中学，完全不合格的。我是考插班高二降级录取，降到高一，所以我比我同班人年龄都大，可是我斯大附中毕业，学校是个好学校。我那个班级呢很有名，叫34班。我弟弟后来也斯大附中，他已经到1000多班。他很有意思，他就这么排下去，哪一班哪一班。我弟弟讲34班呢是附中的历史。老师教一教就会讲，你们不好好读书，你们就会跟34班一样。意思全班呢才7个考取大学，四大附中不可能的。就第一次考，那实在说这导师不好，导师稍微好一点，比如说像我稍微教一教一定考取很好的大学，因为我其他都太强了，只有数学不强嘛。那其他的强你把它稍微，你就不要去补数学，你把它放弃，你去补你最强的，叫它更强就完了嘛。我就傻不拉去搞数学，听不懂坐那儿，该补的没补，就是这就是导师，导师跟同学没有建立关系，也不会好好的培养。后来我也没考取嘛，那导师见我还讲，我们都以为你会考取，因为你的数学虽然不好，你其他太强了。那可是没考取嘛。那种现在我就懂了，比如说你会讲到多讲，千万不要去补照顾人。你会照顾人多照顾人，千万不要补讲到，因为这不是你的份。你要注意你的份，发展你的份，到后来这个份呢、啊、变成你的特有，别人没这个份，你有这个份你就该发展你这个份，不要去搞别的。这个我们中国讲小菜，懂不懂？或者英文讲 piece of cake。 piece of cake 就是什么呢？随便嘛，很容易的，不花力气嘛，小菜一碟，英文讲 piece of cake， 对不对？但是那个都不连于份，你要好好的做你这个份。一个真实的活泼的人，他脑子一直在动的呀，一直在思考啊，这东西应该怎么发展，这东西应该怎么用，这东西应该怎么整理，怎么用这个东西来得着弟兄姊妹，怎么让用这个东西啊让圣徒们更得益处。就我传福音接触到一个人，我不会自己传嘛，今天我怎么会自己传？我一定是告诉某个弟兄，你呀、啊、要不要跟他联络一下，见一见。但是后来发觉啊，交托出去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中间太老化，就是那几招，大家被培养的就那几招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其实人是活的嘛，人如果是活的，你的招就得是活的嘛。你的招不是活的，你用这几招
面对每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呢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就不再是一个招数，招数成为你的构成。我不要听你们懂不懂，我不太懂啊，什么招数这个东西啊。我一天看见两个兔子打架，就在我后院，从来没见过兔子打架，我很欣赏啊。他不是打架就是比高，两个兔子拦在一起就往上跳，谁跳得高谁赢，因为他跳得高后他扑下去就扑他上面去了。他不是两个人面对咬啊，这不是，他两个在一起比跳，这个跳得高的就趴到那个，一下就打到那个跳得低的嘛，跳低就逃了嘛。我看兔子大家也很有意思，他这个分呢就是跳高。这个弟兄啊，比如说你们要领会这个，你可以好好爱主，你可以好好有装备，你爱主，你的装备，这些都应该成为你的构成的一部分。不是我知道这个道，而是我有这个道，我享受到这个真实，这生活真实从我身上呢要合一的显出来。你说我显不出来，你多显嘛。这你说我不会，你试试吧。这个你做的没意思就不做嘛，那个你做了很有意思就多做嘛。我年幼的时候那么喜欢读圣经，当然也别的也在内了啊，我就多读嘛。那别人呢，三章四章一天几页就觉得很满足了，那他嘛，那他嘛，我不是嘛。我有这个份，我就尽量的把自己摆在这个份里面，摆在这份里面。最近我看这个寇茨啊，寇茨这是蛮属灵的一个人呢、啊。我发觉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啊，他对他的师承、传承啊非常尊重，所以他提起圣经翻译，他都会讲这么一句话：将 Nelson Darby 已经翻了，而且没有办法翻得比这个更好。所以你们应该，如果还有一点英文，英文不行就不要了，不要勉强嘛。如果英文可以，就应该啊有一本 Darby 的 translation。你需要懂希腊文吗？那寇茨讲这句话，我不懂希腊文，但是我懂怎么找出希腊文的解释。他说我读这个英文呢、啊，读到一个字我不懂，那我希腊文没有，可是我有办法找这个参考书，找出一个对这个字的解释。我一听，哎，他跟我很像哦。因为你想想看，我回来啊，我们要发展的是这个份。我也许只有一千个塔连德，就是我一两银子，所以呢我怎么发展也是一两银子，但是一两银子产生了连锁反应。我可以带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带一个人吗？我的榜样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一个人吗？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嘛，因为我这个榜样每个人都可以带一个人，所以好多弟兄受我的影响也都每个人去带一个人嘛，那不就很多东西出来了吗？懂我这句话吗？我这个份不明确，我没有什么东西我明确我一定可以怎样，但是我有这个份。弟兄们要注意啊，你来追求当然也可以得启示，可以真理上得一点帮助，读经的方法上也可以得一点帮助，这个生命的供应上也可以得一点帮助，但是啊，最主要的看见自己的份，发展自己的份。你不会是朱弟兄，也许你比朱弟兄大多了，显明多了，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很忠心地发展你这个份，十年二十年以后都会显出来。教会最怕的就是有形，这个形啊
不发展这个份，我们就是到了主日了，我们就聚会了，有这个行，这行能不能帮助弟兄姊妹呢？没有聚会大家就死了嘛，有聚会大家还可以活着嘛，但是能不能发展呢，就看这个带的人，带的人会带，你就帮助弟兄姊妹发展他们的份，不会带你就帮助弟兄姊妹来聚会啦，聚会中祷告啦，做见证啦，出去传福音啦，都没有错嘛。这样可以跟你在一起几十年呢，到了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一个弟兄帮助他发展他那个份。你是个好弟兄，好姊妹，你也传福音，你也带人得救，你也做很多事，但是啊，这个人不会因着你带他这做这些事就改变。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所有带头的都喜欢好基督徒。你想想看啊，我不敢讲一呼百诺，都不会讲来，你叫田横，记不记得五百壮士啊，田横怎么样？中国历史啊，大家起来祭奠一样嘛，三百壮士，他这么一喊就出来，这个做一件事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何炅说讲这个大能，你们昨天不是有个人抱怨说你就这么讲下去了，我说就这么讲下去了，后来才懂了，我并没有讲比如说我要歌颂，什么叫歌颂？你的力量，什么叫力量？我要高唱，高唱歌颂有什么不同？你的慈爱，什么叫慈爱？我就这么讲下去了，所以啊，他们觉得不满足。那么如果不讲下去呢，那么我们大概就这一页可以讲三十天，就更慢了嘛。